收拾一下出门。更渗透更省水，我爱的化妆棉。等我。怎么，你也想要这个给你自己补补水啊？刘宁家漱口，二分之一省水。这次滑道有比上次好吗？湿敷一下，随时补充水分，我的保湿小秘密。运动了一天，好累啊！我准备睡了，你也早点睡。哦，对，差点忘了一件事。湿敷是我每天的必修课。油泥加漱口，二分之一更水。二分之一省水化妆棉真的好用。是不是很好用 ？OK， 状态满分 ，Let's go。